你是什么时候还要出庭？等通知。那这样还要再折腾多久？我怎么知道？是啊，随遇而安啦，随便啦，顺其自然，对啦。又不是我们决定。对啦。只要先去安排啦。嗯。对啦，你就守本分过日子就好了。老实讲，真的阿德哈。对。对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遇到了。就面对他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帅哥才会剪很久。半点钟而已。我有分啊，我有分啊。哦。对啦，你那年纪那么大，理多久？你没有多少个日子可以理了啦。你知道那天新闻写什么吗？郑信哲。你没有人性，啊！你们就因为你那时候只看到字面上说哇，我杀死警察。然后不是，我不是说你杀死警察，因为我认识他那么久，我想说，你就是这样子。人家说近朱近什么？近朱者赤。对对对，啊！你就是教一些那个有的没有的。没有的。你干嘛去搞那些？你对对不对？你交朋友，你干嘛去跟那个什么武雄他们做会呢？这个也不是说这会啦，有时候。其实你现在再怎么笑，还是那个，不是真正的笑。假笑吗？不是假笑。奸笑吗？嘻笑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搞一个。看，我们眉宇之间都看得出来了，嗯，因为你这边还是锁着不开。